日去到昨晚深夜，我哋過去24小時確診12宗個案啦，其中有3宗係輸入性個案啦，8宗都係同呢個家庭嘅最即係家庭人員啦，親密接觸嗰類嘅相關個案啦。咁另外仲有一宗咧係冇源頭嘅個案嘅，咁佢就係一個64歲嘅男士啦。咁佢係地盤工人嘅，佢8月21日發燒啦，咁係住喺元朗水蕉新村咁樣嘅，咁佢就喺8月17日咧，就曾經係喺愉景灣智新書院嗰度咧，一個地盤咧就翻工翻咗幾日嘅，咁主要都係好似係拆一啲建築物。我哋都會當嗰啲一齊工作嘅人員咧係密切接觸者啦，需要檢疫啦。